那现在是也。那现在是嘛也。在这几个，我也拿着。我这个老没得了。老那个不带，我来也做工。收收呗嘛。拿白纸的。哦，拆它了。我先搞一下嘛。嗯。那个，到别的地方来拿过去的。哎，别的地方吗？ 来，看房了没？家公鸡，大脚馒头了没？知道的，大脚馒头了，懂吗？来，要光那个，都是咱祖先，俺们家的，还有。 哎，帮助你们啊！嗯，在浦西新安。哎，你不要，你干你，你不要问他们了。那个那个，在拉西多大呀？在哪个那个？在哈尼用炒锅呀的。 哎，对，我拿一米。去我那屋里啥？哎，我。哎，对，你那个，帮我那个忙好了。那边的。该拆嘛，拆啥了？ 我老拉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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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外头没有那块。老，你哪里？中国的。没，也在那边了。南师傅，看你个样，南师傅你们也是干，咋地？来没来？香港这个。好的。那你那块这中央的也在打龙哦。 看你牛呢，俺是不南面也是干，你要来啥？看你牛呢，把上街哇。老弟，那你滚走，你真的，你在当二舅的啥？看你牛呢，俺是不南面也是干，啥的，我搞牛呢，管也是哟。老弟，那你喜欢哪个车？别在当二舅的，再一次叫。 啥的，没过两天就报名。啥？你过冬呀？今年放假是啥？还能上？没事叫龙岩这块过呀？不，啥的？养完的大鱼。那你去的这桥东呀？也让我上面看你用的那是，你没有看？啥的？红牛呢？咱们上面去啊？ 公牛要不要？牛肉你要啊？那没，给公牛要开啊？问他，那啥？鸡蛋。牛腿，鸡蛋牛肉呢？给你几？牛肉。鸡蛋牛肉。那没有？那没牛腿，牛腿的公牛。当然，鸡蛋的。 够不够？很多啊，先忙了。你的啊？那个那啥牛了？你没看？一棍子土，一棍子麦子老。啊，麦子老。然后呢？再一弄到七巧了。 带音不老了，带音吧，带音了。带音是敲吧，带音。嗯。带音是敲的，你弄的好了。嗯，干空了。 那我也给你，我那边联系你咋了？嗯，通过你那边啊，什么的。你不用想了。啊，你不用想的。那我也有呢嘛。那我，三百。三百。你通过哪里？我光光的。嗯，光的。都去买两块半了。